睇下，俾佢感受一下呢度嘅氣氛，因為佢可能唔係咁明白，或者唔係太知道呢度曾經發生過咩事，會有煙霧彈，會有咁多呢啲香港人唔想見到嘅嘢。咁佢喺電視機見到，我都想親身帶佢嚟呢度睇下，究竟呢度啲人嚟呢度係為咗乜嘢？慢慢話翻俾佢聽。香港有夢係因為我哋夠團結。我哋而家咁行出嚟，其實都係為一個夢想，希望有真普選，希望佢十年、廿年、三十年之後睇翻張相，諗翻起呢一度，佢都有份曾經行過過嚟呢度，我帶佢去嚟呢度。我哋係呢度係幫助一啲受傷嘅人嘅，咁我哋知道呢幾日大家同警方都好多衝突嘅，但係我哋呢度咧係為咗一啲受傷嘅人啦，無論係警方又好，或者係示威者都好，我覺得雖然我哋係即係大家做嘅嘢係唔同，但我希望我哋係和平一啲，而唔係即係同警察作對嘅。我哋係為咗純粹係為咗同政府表達我哋嘅意見嘅啫。大家自發啫，你睇下上面，怯就輸一世。好 proud of 自己，香港人係好愛呢個地方，好愛身邊嘅人，係翻翻去人嘅最 basic 嘅嘢，係照顧對方、愛護對方。香港人會繼續堅持落去。因為香港人咁完整同埋咁有秩序去有一個咁樣嘅全香港係唔同地區嘅一個靜坐嘅。都不是抗議，其實是令人很感動。香港是 full of 夢想的，就算 under 任何政治環境情況之下，香港都其實充滿著夢想的。由9月26號開始中學生百貨啦，咁我一路都即係 stay 咗喺呢一度嘅，我係好感動喺呢一度。我係一個中學生，16歲，但係好多人會幫助我，會支援我，又或者係甚至乎係大家，我見到大家都互相幫助，即係嗰一刻我覺得香港人其實係好團結咯。香港絕對仲有夢，只要我哋堅守就一定有。冇人講過夢想係實現唔到，你冇一個大啲嘅夢想嘅話，根本就唔可能實現到。